嘉定十七年，我赴泉州出任福建路市舶提举。泉州府库岁入皆依赖帆舶来泉贸易。每逢信封到来之际，我便领众官员登临九日山，祈求信封携商船顺风而至。元佑二年，朝廷增置市舶司于泉州，掌管泉州港货物海舶征税贸易。靖康一役，朝廷偏安于江南，北方商路断绝，唯有倚重市舶之力，以保半壁江山。自绍兴末年，泉州市舶司所得岁入便已近百万民，占朝廷市舶岁入之半。从南阳驶来的商船越过万寿塔，不多时便可抵达泉州港。随着大疫的兴盛，海上商贸之路连通，各国藩商携物产珍宝往来于泉州港，以货互市。进口货物尤以乳香为盛，自泉州港向朝廷进贡已达八万余件。世纪间，藩商征购德化窑烧制的钧池，此类扁腹有流无霸的瓷器，是针对大邑所产的储水器，器形流露着异域风情。为使这些内陆生产的瓷器运至港口，泉州城修筑百余座桥梁，贯通城北山地与东部港口。横跨海湾河流之上的桥梁，成为泉州城的商贸要道，流通着浩瀚货物。这些货物将中国的风潮吹向南至真腊，西至天竺大邑，北至高黎等海外诸国。泉州建成天下商贸要地。身处此等商贸繁荣、文化交汇之地，我深感山海有经，博物有志，一物不知，君之所耻。因此，我遍寻藩商，道其风土，著为《诸藩志》。前年一瞬，志书已成历史。当开元寺钟声响起，古厝南音袅袅，妇女三赏波斯风格的鲜花仍在盛开，泉州城的那段记忆，那片繁华仍续写于此。